没事，现在才叫。有赏吗？谢谢。10:26。谢谢。我妈是说想要当男生，下辈子。谢谢。小心这里会滑哦。小心这里会滑。我先去多热一轮哦，我先下去热咯，我比你们多练一轮。已经在缆车站这里了，我还是把那个 mod 关掉好了，它常常不侦测，一直乱发声音。
我看到啾啾很快的冲到中间了，我现在就在你们旁边的缆车上。那我在上面等你们好等一下，啾啾可以把他们往大缆车的这另外一边，准备要去上山顶那个缆车站的这一边。
其实你们也看得到我了，我正在这边观察排队的长度。看到 Barry 啦，没有啊，这样会变成你们在等啊。这边下去要刹车的哦。啊，要刹车？要刹车啊。要刹车哦。慢慢的下去，然后下面都在排队呢。完了，马子被关了，我被关了，我被什么马子被关了 ？DVD 开了。
这么多脚印，多到不行啊。压太低，
是上级者，那边。要拍那边吗？还是拍那边就好了？怎样？不用去这边拍照吧？这边不是很漂亮吗？要爬一下。爬一下。好啊，那你们去拍。你不爬、啊？你带他们去拍，我不用拍了。怎样？那就下板了、啊，你们下板去拍照。你不想看哦，帮我们拍满。啊？帮我们拍满。没有没，我不想爬、啊，爬要花力气呢。我看你难爬，知道吗？不松了，但是硬硬的吧。去拍照啊。哎，还没上啊。哎，下板去拍照。哎，脚怎样？拍照拍照。你要脱鞋子啊？对啊，一定啊。从比较不陡的地方上去。雪板拿到边边放，用手拿，你踢不动。Barry 的摆着就可以了啦。从这里上比较好上，比较不陡。然后鞋子侧着上会比较简单。好硬，好硬。对啊，下去的比较用滑的，过去走旁边风。等一下。没有，后面都不白啊。你只能看到那个 Cortina 小红屋顶而已，没了。我拿那个自拍镜给大家。应该是不用吧。大家一起拍。哦。连岔都岔不下去，是这样。这里可以，岔这里。受不了。好了，可以。他的爱台湾在哪里？知道了。什么？贴在帽，贴在袋子的里面。我贴在正前方。我跟贝尔说我要贴正前面，他说那边好像会挡到。嗯来，而且我的婆婆在那边就不会。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。来，这边。什么都看不到。Baby。啊，萌萌。Baby。不要吵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板板有在里面吗？我看我的婆婆在哪里哈。板板，你不要太前面看。完全不知道背后是什么、啊。在这啊，黑蒙蒙的、哦。哎，有点像。看不清楚。几秒？也不知道有什么，不用笑啊，算了。等一下，他走了。不是啊，我是说，真的后面不知道有什么。等一下去拍那个大景再拍啦，这个真的会觉得什么都没有。呆，好了，走了。动错了，再去下去那边拍了。这里光秃秃，可怜。好，这边的话，一个很缓的绿线，滑到前面就小心走，就会停下来拍照了。
打到别人做视频。分两批，什么声音呢？嘻嘻恰恰，叽叽恰恰。很像是喇叭的声音。踢掉不就好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有拍，包括哈。有啊。什么？刚刚没看到。啊，找了找了找了，顺着顺着，自然缓冲，超过那些人。
前面啊那一堆人的右边往前还可以继续滑，会慢下来，所以不用怕。这里可以拍照啊，先拍照。对，你下去。这里先拖板，然后拍照再说。没有要下去啊。他这样要继续滑下去。哎，基瓦，你这样又滑得更下去了，也滑太远了吧？每个都滑得跟什么一样。老板。好，下去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再，等一下再拍照啦。等一下再拍。对对对，这个啊，这个的话。弯做大，然后速度慢下来，再下个弯就可以了。你说我也要从这里下去吗？对啊，这里还好。你横着走远一点，然后再转个弯，再下一个。不然的话也可以先练习这个侧降。侧降的话就是你的重心，你这样子的话它一定会停下来，很安全。你稍微松开一点的话就会往下滑，然后呢你的身体朝前朝后啊，会影响到你往那边还是往那边，然后身体尽量腰往前弯才不会往后滑，然后手稍微张开一点，你就可以练习往下滑。然后，对，哦，不行，会往后滑的话，表示你还不够往前，手放前面一点，手放前面一点，手放前面一点。还有就是脚尖朝下转一点，才不会往后滑。大概是这样。我侧向下去了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先不要滑动的话，就是两边都叉着很安全，上半身朝下一点，看看下面，其实不危险。就是上半身这样两边叉着非常安全，上半身朝下，你会觉得这样子就不倒了。而且那样也是正确的重心方法，你上半身闪得越远越危险。所以我应该要这样子下去。你先头朝下一点点，先像我这样子下来，慢下来慢下来。好 ，Angie， 等一下、啊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弯才有办法过得来嘛。但是做一个弯最难的地方就是你下面这只脚要能松开。你觉得？就是你一定板子要往下转，你才转得过去嘛。那你先撑着，稍微往下一点点。等一下那样子弯过去的时候，一定要踩对脚。一定要踩对脚，然后盯住，重心保持好，重心往前盯住，让它慢下来。压，我
对，压住，一个弯过去就没事了，停下来就好。前面这么大，你准备好做一个。好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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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。好好好，啊。想清楚哦，等一下要压的是那只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双脚合起来一点，站合起来一点，合起来一点，好，准备往下滑，你松开往下滑没有关系，等一下你的右脚会保护你。朝下了，开始动了，用右脚，好，停下来就好，滑远一点没关系，滑远一点。好，这样一个弯了，下一个弯反过来，这样子连续几次就可以了。好，朝下 ，OK。哦，好了，下面不倒了，下面用你正常的滑法就好了。热得要命。就在干嘛？所以啊，你刚害怕的那一段其实只有三个弯，下来之后就变绿线了。这里的坡度是这样，这一段其实跟绿线差不多，然后下面又会陡一段，红线的地方只有最上面，对，只有最上面，你其实两三个弯就下来了，然后最下面也是两三个弯就下来了。太紧张了，才一开始，对，好。等一下都滑这里，大概一个小时就去吃午饭啦、啊。然后，对啊，就一直滑这里就对。对啊，然后上面就是弯，比较陡，中间是练习区，下面要加速冲去缆车，差不多就这样。那走了。等一下拍照哦，等一下要拍照，等一下要在那边拍照哦，走了，等一下先拍照再滑下来啊，那里风景很好啊，这都没有拍，下一趟，对啊。这边就稍微再陡一点，但是完全没有上面陡。这边滑一半之后，
下半部用冲的就好了，大概在揪那个地方就可以用冲的了。等一下下缆车之后就直接左转下去拍照的地方吧。
太阳超级大，这个雪也一直融，黑色板板。なるべく奥の方行きたい。对，都下去了。好运，好运！太硬了，上面那么硬。
哎咻！好热。对呀。我连手套都想先脱掉。我满头汗呢，吓都吓死了。不是，是太热。太热，太热，吓死人了。不会啦，就真的就很小一段，而且你后来就会觉得这个那么宽这么广真的很好用，硬道都插不下去。对啊，你要找一个边边一点的地方。嘿，行。拿过来一点。这样子很漂亮啊，环境。嗯。干嘛、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很硬啊！裤子破掉，我跟你讲、欸。哇，做好了。要打人。大家扫地。照啊！帮我们照哎！来啊！没有，我帮你们俩先拍啊！来啊！反正上次也是这样。有没有？我膝盖在痛。啊，膝盖在痛？对啊。你刚刚有摔吗？没有吧？我怎么样？膝盖痛。过来，过来，妈妈。要来这里啊！这里才有那个啊。你要过去还是走开？一、二、三，有后面的三号、哦。再过来，再我会怕、啊。怕什么？没有啦。你在怕我们在后退？没有没有。在后退，在后退。这有什么好怕？你过来看这个，看久就习惯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。等一下哦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不要啊，过来啦，你要看习惯了，看习惯真的没什么。一二三，真的假的？来，再一二。要不要连鞋子、啊？随便啊，随便。二三，啊？好，换换换，换你们家。帮我看一下。来这里，来这里。这样来这里，这里都还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了。来来来来，都过来。小班，快点。站这里。不是你这样子，东西会坏掉哦，你的装备都会坏掉哦。班班，你的手都要。等一下，漏水进去了。怎样？我的鞋子里是水。怎样？你那个没有盖耶。不要拉我，干嘛拉我？盖下去。你那个要盖，不然你鞋跑进去，你手。脚就冰了，过来，那就完了、啊。冻伤。你后退一点啦，你这样看得到后面吗？赵宇，换你起来啦，快点啦！你下蹲。好了，起来啦，赵宇。小莫，你有进来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三二一喽。再一次哦。难得好天气。失败。Insta 吗？还是 Insta？ 先拍普通的。哦，他们家，他们家。来来来，哇，来来来。好，用我的。来 ，Go。露眼睛一下。还要露眼睛。哦。露不出来了，眼睛会瞎了。来呗。这要直的吧？怎样？啊？有人跳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。我只是在想，这样子看背后到底有很斜吗？可以拍半身，可以拍到那个后面多一点。嗯、我也看起来还好。很好，再来。周少宇。
继续。板板起来、哦！你看他血到底是不是穿到，一定要胶。都视频。啊，你不要弄它，不要弄它，不然我很怕你的手套会渗血进去。那个都不用弄，那个不要弄，靠用脚踢，都要练习用脚踢。换他们全家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再来。来，妹妹。还不错。啊？好。好了 ，Insta 要拍的话就拿出来啊。还要接棒棒嘞。他们先练习好再拍。对啊，明天再。好，那不是，我说拍照，你要拍照吗？不要，好，走，那就直接练习啊。明天也差不多了。哎，等下打我。下午也可以接着拍啊，下午的话太阳。换不了课，明天他们要去上课。哦，那下午来拍啊，下午都一样。我待会吃饭的时候稍稍研究。研究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忘记怎么拍了。这样。哦。什么去拍啊？没有，刚才。上次也搞很久呢。我这。真的。再见。你有没有敲？你脚没有敲？等一下，这样踩一踩。对，看我看。好了。不是啦，都没有踢，好不好？你只能踢黑的地方，黑的地方才可以，其他地方不行。好，看一下脚底。还是不行。你脚底给我，你脚底弄起来。不用，要拉回学会踢啦。踢黑的，踢黑的头，前面的踢前面。踢前面那个地方，对，踢脚跟，脚尖、脚跟都要踢一次。踢完以后马上踩进去，背包按下去，按下去。等一下，好。好啊。你这边没有进去耶。脚跟先。你脚尖先。脚尖、脚跟。好，平的，都是斜的。好啦，那等一下滑滑滑，就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。哦，好热哦！脚底还有，好啦，我随便滑喽，我就滑我的了。
容易变一些。We won or? Sure, it's still a whole section of the club I'm done. Thank you.
先不用吧。问嘛。来，起来，抓起来，来，一，抓抓抓。好，来，抓着，抓着。好了。你为什么都不绑在你的那个套，套在你的手腕？
休息了。好啊，就去休息啊。呼叫呼叫，其实已经11:50了，要不要这一趟下来就休息了？喂，有没有听到嘞？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按了还不会哔哔，奇怪。下缆车之后就直接。好，等这一趟滑完直接去餐厅哦。你还要再多一趟吗？不要，去餐厅。哦，你说没回答、啊。我刚刚才回答、啊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收到。对啊，一定休息啊！而且我一直好想尿尿。你指导一下小三的。啊？你指导一下小三。没有，先让他们滑，他们高兴的。好，那就随便滑咯。本来就随便滑啊。你们不要跟着我。小班这样子很好啊，就用不着再特别叫他什么的话，反而他太多东西还是怎样。对，你姐最后。啊，这样我刚讲的很快。啊，我没在看嘞、欸。啊，有没有我在看他们两个滑、啊。板板那样子滑就可以了，他平平的顺下来了。
哎，这个不行。怎么会下不去？这样。我刚刚看到两个啊，他们一个跟一个就还好啊。为什么小腿会酸啊？你看小腿。因为正确用力啊。Success, succes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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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ccess